台中山城每年最令人期待的新社花海，今天在新社种苗改良繁殖场盛大的开幕，为期23天，一直到12月3号。结合台中国际花坛节，加上了三大主题展区，邀请民众一同来享受前所未有的花卉盛事，并且用行动支持在地的优良农特产品。小朋友化身成为花仙子，伴随着音乐旋律翩翩起舞。新社高中热舞社展现专业街舞，秀出青春活力，还有迷火弗朗明哥舞蹈团。一起来，一起来！以全新舞衣及花样跳出西班牙的热情，接着旋转彩绘花伞，为今年的新社花海及国际花坛节揭开序幕。目前的花况大概是将近30%，你每一天来都会感受到我们新社花海。整个花况与日俱进。农业部代理部长陈俊济更快速换装，一身复古造型，为中苗农村冰果市剪彩，欢迎游客用新台币支持山城的优良农产。具体的体现了农业的六级产业，那也期待说带着你的新台币，好，来到我们的新社来下架我们所有的农产品。今年活动迈入第16年，为期23天，将近29公顷的花海景观，结合花坛节和三大主题展区，要让游客徜徉在花花世界，赏花之余也能体验山城慢活的幸福风情。简荣州台中采访报道。